把这个东西前期凶一点，特别是一级，一级不凶他，他一会存到那个坟墓之后，他就会直接叫小鬼打你。所以能凶的话，一级凶他最好，交场就不对，等他交踢就完事了。 又点燃换一个闪现还是赚的。死亡的潮汐是我的归来。又一个，就不让他吃这经验，硬吃是吧？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 别啊！我知道寡妇在，那又怎么样呢？终于，哎，寡妇没来，那你凭什么呀？左右走位比较好扭。一击触碰，就一个左右。大海没有尽，我有更多火药。A 他一下 ，A 捅一个 ，A 20。 然后 A 小兵加速 Q 他一下他就记了，如果他没死就闪现 A， 死了就不要交闪。你斜废了吗？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死吧你！ 这烂鸡小兵没得老公送的血瓶，谢谢。把他剁掉，气不气？哎呦，叫大鬼是吧？直接把他给剁了。炸到就直接冲场，车右门。要是没炸到就慢慢搞，不着急。 寡妇可能会了，我走了，他六级是能杀我的。更多火药，不要以为我不在，有人就能安逸。你在做什么？谢烂迪小迷妹的老公送的半卡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老板送的半卡。 能不能不要分我钱？好兄弟，看样子他不分是不行的。要是别的打野，他可能就不分，但他是男枪。丢个桶子给他抢，看他抢不抢。这样子走位的嘛。平 A 点燃大招应该死，不用大，他已经死了。有斩杀，50块。 我靠！被降法者在反抗宿命。让他来！他妈天下第一，谁敢来？贵宾席上了8000。 也相当于在英雄联盟板块单虎牙一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，确实有点太难为人了。小超梦可以达到10000，这8000也将近可以达到英雄联盟一个了，达到。 Holy shit， 这边好像有个 ADC 我。Nice， 需要加速。Man， 更多火药。
想到我还有橘子这个人，他都不知道我有橘子的嘛。对。啥呢？有个舞啊！我操！小心寡妇抓我！这人玩穿甲流的。东西背后，你还没见过血吧？谢悬空道长送的办卡，谢星河不倦送的办卡，非常感谢，谢谢谢谢。又一个新产能，当心大妖虫在炮弹里洗个头吧。来来来来来，很穿，我忍不了了，还想搞。你真的是当我没料到哦！哦，被割开的喉咙早就不可再痛。找到了，有人想搞偷袭啊？是谁？我不说。真当我没料到哦！潮汐。对。想干嘛？在带线，我们速度来搞啊！不怕他们。好玩吧？确实好玩。长脸红，看我给个蛋。想秀？你怎么秀啊？把这个大鬼剁掉，给你的。我又不爆。你寡妇去哪里了？寡妇不知道去哪了，在这里。有人寡妇藏起来了。谢谢嗷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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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的饭卡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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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抹茶味蛋糕送的粉丝牌，谢谢。